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你们好。今天是长年期第十八主日。你和主耶稣的关系如何？是否想过他最希望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让今天八月四日的每日圣言陪伴您祈祷与反思，做天主的事业。现在，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这一段圣言。 若望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至三十五节。那时候，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，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，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。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，就对他说：“拉比，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,在告诉你们。” 你们寻找我，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，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。你们不要为那可损坏的食粮劳碌，而要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，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记的。他们问说：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？ 耶稣回答说：“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，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。”他们又说：“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，好叫我们信服你呢？你要行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，正如经上所记载的，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。于是。” 耶稣向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并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，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。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。”他们便说：“主。” 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。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食粮，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，信从我的总不会渴。”感谢天主。你的事业是什么呢？也许不只是你目前的工作，还包括自己有兴趣的事，例如。 兼职经营某个网站，在假日种种花，照料自己的小田地，或者周末到教堂帮忙带主日学和从事其他堂区服务等。在今天福音中，群众问耶稣说：“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？”如果是你，你认为什么才算是做天主的事业呢？ 是为天主做很多事吗？认为要把一整天都花在教会内服务，甚至奉献一生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吗？让我们听听耶稣的回答。耶稣说：“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，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。最关键的，应该回归我们和耶稣的关系。” 而我们为他所做的事虽然有价值，但只能是次要的。今天，如果你觉得在修会团体忙进忙出，或在外面参加课程学到一些神学知识、灵修方法，或者在堂区教导人许多信仰的道理，已经忙得透不过气了，不妨也为自己和耶稣的关系把脉。 你和耶稣的关系亲近吗？耶稣对我而言是谁呢？在我内心深处，我对他的看法是什么？我相信他真的对我很重要吗？还是我只是为了符合规定而去祈祷，为了给自己和团体一个交代？ 其实，天主并不要我们成为一位努力为他做事却不认识他的工人。耶稣渴望赐给我们的，是他自己，他就是生命的食粮，愿意在每天的生活中滋养我们，使我们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和继续前进的力量，使生命不至枯竭。 请品尝圣言，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，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，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活出圣言。给自己机会思考一下，你真的相信或信从耶稣吗？最后，让我们全心祈祷：主啊，请增强我对你的信心。 好使我能在一切事上更好的跟随你、服务你。感谢您的聆听，愿天主降福您，平安喜乐。我们明天再见。